兄弟们，我现在是在马达加斯加的穆隆达瓦，今天准备画一个当地的非洲脸啊，更接地气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店，你看这样画脸的啊，看起来挺洋气的。我想画一个这样的脸，小美女啊，给我画一个。Yes. You. Yeah. Me. 美女，你看一下啊，我想画这个，这种造型，对，画在我脸上啊。把价格谈好，就是给他10000块钱，OK。不然的话，如果说画完的话再给钱的话，估计就要好几万了啊。一般如果是在外面那种小就是人家散野游走的人画，一般是5000，但是在他这种门店里面的话，他有房租，所以就多给他一点啊。好，他们画脸的人来了，再确认一下啊。OK， 画一个大花猫脸啊。一种木头做的粉啊，现在他们正在给我敲这个粉，有没有味道？啊，哇，很香，这个好像是一种木头啊，他们就给我做那个化妆师的一种木头，把这个调出来，就把它就可以抹在这个脸上了。那他这个工作室全部都是美女啊，还可以按摩脸，可以按摩脸，可以画脸，还可以编头发啊。然后他这个上面也挺凉快的，是遮风避雨，不用暴晒在路边去画。他马上要把这个捣碎了啊，捣碎以后就可以开始往脸上怼了。那确认一下啊，这个不要画错，这个好，把这个画在我的脸上啊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开始画了啊。他很认真，一笔一笔小心翼翼的啊。他换了一个技术老练的人来给我画啊，因为刚才那个小妹画了一下没画对，被他们涂掉了，但是画错了，换一个技术老练的。那看一下他现在画出一个小轮廓来了啊。好，继续。这样好， OK。 他这个是一边画啊，拿着这个照片啊，给他对照了，怕他画错，万一画错的话，我生气不给钱的话，他们就亏大了。但是其实不会的，就算画错了，我也还是会给钱的。哎呀，快要好了，还差一点就完工了啊！对比一下，好看。好了，他们已经把我画好了啊，这个 finish， OK， finish. 我看一下，对，一模一样啊，可以。OK，Thank you。10000块钱给谁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Yes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谢谢。对 ，Thank you。我们要去那个猴面包树去拍照了啊，画一个脸，去猴面包树去拍照。Bob。Yes。Bob。爷爸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